你当年去深圳的时候，说你安稳下来了就回来找我。可是为什么后来写信回来说不要我了？我当年去深圳想得太好了，以为到了那边就会有出路。可我没读过什么书，过去打工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住。 我连自己都养不起，怎么养孩子？所以我就是累赘了。还是你是为了我好，才决定把我留给我爸？原因不重要吧？不用管重不重要，我想听实话。实话就是。 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再照顾你了，所以我不要你了。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，也来不及考虑，只是本能的那么做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所以你扔下我，对我们都好。是，都好，多好啊！ 也算有答案了，算做了个了断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还了钱的事儿，还有你有儿子的事儿，我爸都跟我说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也是个成年人了，我也有自己重要的家人，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你不需要我。 我也不需要你。从前你没有养我，将来我也不养你。这个还给你。你生我一场，我很感激。以后路上遇见，就当不认识。子秋，我生你，没养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。不用。把雨穿在身上，然后去飞翔。假装是翅膀，总有个你让我长大。转身朝着你。 没有任何墙能阻挡这太阳。如果大雨落下，那我唱。